亚洲我看卖，印好哈大声举手的两个，有影啦。我同款，我来台湾要一百摆啊吼，我第一暝拢困袂好啊。你看较近我嘛安尼，目睭安尼爱困眠爱困眠，正常吼。因为过坡大部分介侪人袂习惯吼。啊，无要紧，较忍耐两工尔，为着台湾的前途吼，咱较忍耐一下吼。啊，这设备当然无像饭店遐好啦吼，这拢真困难。这栋大楼是这个主人。去听到咱秘书长的演讲，好作热的。伊想讲啊，伊这栋伊较早只开高足高级的这个安养中心啦，吼。啊，这就是李登辉叫伊创的啦。因为咱这个厝主吼，较早是台大病院总部的主管，啊，所以伊关系真好。啊，迄阵作者中国的老贼吼，伫国会拢开会拢挂电梯。啊，坐轮椅迄款的，啊，李登辉讲，即个人体吼，一定要有一个安养的所在，你会当去较高级的吼，啊来甲因收钱吼，啊，伊就真正去，啊，结果遐老啊老死的死，啊，到尾也煞无人住咧，阵伫遮旁几啊年，啊，伊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要提供予咱秘书长讲，予咱来训练即个人，啊，即拄啊。足趣味的，拄好美国要要求咱爱训练4000个，啊，拄好伊会当提供这个所在。无你来看，下底这后壁包括这后山了，差不多7家地吼，拢咱这游先生的，所以咱台湾民政府真正有够好运，哦，这真正天助我也吼。你其他的单位要找这款所在，无地找，哦，你讲像。李登辉学校，久久也办一工啊，办一场啊。啊啊，边个凯达格兰学校，嘛是拢久久也办一个。诶，咱这是今麦逐礼拜五呢，吼、哦。那旧年要阁是，浪中一礼拜是休困，好、哦、多。第一礼拜初级班休困，第二礼拜阁初级班，吼、哦、初。等于一个月四个礼拜内底。一三是初级班，啊，第四礼拜下高级班，还有后一礼拜，啊，咱这毋是连续两个初级班，到高级班就爱上啊，吼、哦，所以非常密集。全台湾的这个陆军的团体要像咱安尼，无地找，吼、哦，啊，所以恁也肯来付出时间、付出金钱，吼、哦，这是为了咱台湾来拍拼，吼、哦。那么我想讲，拄好起床吼，大家要爱困眠，爱困眠，我伫网络一个笑话分享给大家吼。就是美国因咧开医学的国际研讨会吼，啊，全世界上优秀的医生拢伫遐开会。啊，迄个波，这个咖啡时间哦，啊，就三个医生咧开讲，一个日本医生就。做骄傲讲，阮日本的技术哦，已经进步安怎呢？阮十年前哦，一个挂个小朋友车祸，规个手迄个拖拉机搞甲脆脆脆，阮用纤维手术甲接好，这个囡仔断啊！即卖伊算全世界排前三名的钢琴演奏家，好、哦，大家我恁祝你啊！那美国迄个讲。美国的医生去遐讲，你后生，阮十年前嘛是一个人，脚等于截肢，吼、哦，阮用鸵鸟的脚甲接起哩，这个奥运会冠军，招标招冠军，啊，过来轮咱台湾去的医生，伊讲，哎，他后生，阮二十年前，阮一个40岁车祸弄一个，头壳脆脆脆。无多吼，啊，这都未修理的啦，啊，换一个啦，我甲迄低个脑吼，甲倒入去，这人要活嘞，即马伫台湾咧做总统，哦，
啊，咱悲哀就是安尼，所以咱即摆大家过得足艰苦的吼。熬夜双十国庆，用巨马甲家己围起来，巨马拒绝马英九，吼、哦，伊拒绝人民，啊，人民嘛拒绝伊，吼、哦，你全世界无人国庆安尼创，吼、哦、，OK， 好，啊，咱今仔还阁回到正题啦，吼、哦。那这就是咱的官网吼，咱台民政府你注意哦，好，你看这个网台湾民政府吼，这个网址这官网你要注意，讲是台湾民政府哈，你莫怕为台湾政府会走去别个个哦哈，一定要挂一个名，因为咱台湾民政府伫美国军事占领结果下是安怎，我大概甲各位报告，就是咱台湾民政府顶管的头家。或者美国军事政府，哦，啊，美国军事政府顶管的头家，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好，啊，这美国国防部去的这个头家，就是美国总统，好，这是法律上，哈，这是讲法律这边的哈，但是呢，中华民国，因为这个流亡政府，这个台湾地理当局，伊的头家，或者 AIT 美国在台协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顶管的头家，就是美国的国务院，吼、哦，好啊，美国国务院顶管头家嘛是这个总统，吼、哦，奥巴马。所以咱这是双系统，这边国民党那个台湾地理当局这边叫做政治系统，政治的台湾，啊，你知影政治就是最高明的骗术，吼、哦，讲人啊，看着人讲人话。见鬼就讲鬼话，吼，所以当所以得病哈。但是法律的台湾，这叫国际法律，拢袂使学别来。国际法安怎规定？国际战争法安怎规定？咱得安尼做。啊，这就是安怎？1996年，李登辉跟彭明敏头一届咧选人民直选总统，较早咧选总统，伫蒋介石蒋介石。迄阵拢国台委任选举，1996年头一届开放，予每一个台湾人拢会当投票。但是迄届李登辉咧讲两国论，好吧？阿强啊，听了袂爽，就发动演习，哦，讲要甲飞弹射来台湾的基隆港外海、甲高雄港外海，等于要甲咱封锁了。因为这两个港口是咱所有的。重要的物资的进出口的所在，包括粮食进口，诶，咱台湾真危险呢。咱的粮食的自给率，敢那32%至34%，好，等于咱家己有1/3的粮食通食，剩的1/3拢爱外国进口入来，好。啊，这若港口有封锁哦，咱差不多半年，咱的战备粮食了吼。咱家己就内乱，为了抢粮食，咱就家己烧钱啊，内战哈。所以这真危险。所以伊这个方式，这个发布，美国迄阵的总统叫做克林顿，伊随依照台湾的关系法来的迄条，哦，维持美国的能力，以保护台湾的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甲人权。甲经济制度稳定，哦，你对经济制度稳定，那有动乱，美国嘛会使出手，哦，所以伊来封锁的时，就表示伊影响着台湾的经济出口。你所加工所做物件，要出口无法度出口，啊，咱要美国的其他的国家的物资要入来，嘛无法度入来，所以这就影响着台湾的经济制度的稳定。所以克林顿随派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守台湾，一个守北台湾的海域，一个守南台湾的海域，哈。啊，所以这要开足侪钱啊！啊，是咱美国爱安尼做，这伊的义务啊，哈。那也无其他国家听到台湾有危险，用威胁，哦，法国塞伊迄只航空母舰来无咧，还是塞英国的？航空母舰无咧，拢美国咧，所以咧保护台湾咧是美国人，唔是
伫台湾这中国人，吼，这咱来搞清楚。包括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发动侵韩战争，吼，侵略南韩。第三天，吼，6月27日，美国的杜鲁门虽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吼，啊派第七舰队伫台湾海峡咧巡逻，就是防止阿强啊拍台湾。阿妈不爱好蒋介石反攻大陆，吼，啊，即就是讲要甲台湾稳定落来，其实咧保护台湾拢总是美国，吼。那么，当哦，你有听我甲比如讲在法理论述，吼啊，有诶后尾即个新台湾论，即个新台湾论买断你爱看，虽然无好读。但是我建议你先读一本《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吼，迄本较浅，迄本你若看了基础拍好，过来看新台湾论会较轻松，吼。啊，另外，咱有这个官网，这内底咱秘书长不时的铺新的文章，三工两工的铺，吼。即摆已经讲台湾战争史，这个回顾吼，已经出到188篇。啊，这拢算上新的啦吼。有一部分当然是伊较早下过去，即卖时局的变化吼，所以一个补充吼。啊，这内底有真济吼，包括桌边哈，咱哦电脑桌咧袂。你若看桌边上下骹有咱的活动的部分，就是讲，譬如讲咱啥物时阵第几期的学员，迄个法律学院吼。第几期？第几期？拢日期拢定好啊！一直定到年底，拢对一期、对一期是要上高级班，拢已经日期拢定好啊！吼、哦、啊，所以你会当入去看哦。你若想要邀请你的亲戚朋友要来遮上课，吼、哦，你会照依照遐日期。啊，咱真固定是拢拜五、拜六礼拜，吼、哦，等于每一礼拜拜五、拜六礼拜拢有一只班，吼、哦，你拢随时。一定要求请你的朋友来哈、哦、，OK。啊，即咱所有人毕业的哈、哦，咱拢有翕相 ，OK。啊，包括咱去日本访问的，吼、哦，包括去美国，吼、哦，咱顶个月九月初，吼、哦，咱去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的世纪大饭店，迄、那个世纪大饭店是足有历史性的这个饭店，美国。总统然后重要的外交的活动，吼，也有要开记者会，时常拢伫迄个所在办，吼。所以迄个饭店是真有名的世纪饭店，包括中华民国，因那咧办国庆，伫美国办国庆的酒会嘛，拢伫迄间办。哦，但是因办的人无咱办的遐济，吼。因为中华民国伫美国的眼中看，伊已经唔是一个国家，所以美国的国务院吼嘛拢有通令，因的驻外使馆，美国的官员袂使跟中华民国的官员伫公开的场所见面、食饭、讲话，哈。OK， 好。那么你若上完课了，上你若有时间，就应该是爱每一工拢爱起来看。咱有啥物新的活动、新的消息，哈，这是我建议大家来了解，哈。OK，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我就搁甲我昨讲无了，哈，利用这个时间来甲各位搁继续报告。OK， 迄个可以跳到我昨讲迄个所在，雷根六项保证了。对，咱你看，咱拢唔捌听人讲有其他的国家讲对咱台湾有像雷根安尼有一个六项保证，是安怎爱甲你保证？咱绝对有跟美国，美国跟咱有相当的关系嘛，密切的关系。哦，你有关系，咱唔开会甲你关心。哦，
有一个小朋友说，妈妈，开心是什么？哦，开心就是很高兴啊。哦，这样子哦，妈妈，那个关心就是不高兴，就把心关起来嘛。哦，有小朋友这样说，哦，其实关心就是说关系，你有关系才会关心你。哦，你母女有这个母女这个关系，哦，你不会关心你这个囡仔。哦，那不一般人，比如讲迄个囡仔都有啥物痛苦发生，你开始甲关心，无平常时你袂去甲关心嘛，吼。啊，所以就是讲，咱看美国，就是有，伊是占领者，我们是被占领者这个关系，吼。啊，被占领者是受到军事占领者的管制，好，我拄仔讲的，张刚张讲的，他有最高的权力，伊若看你对他做了唔对。哦，伊会当命令你改进，啊，你若无改进哦，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OK， 我咱过来看，即嘛新的这个乐山雷达基地现在会挂美国国旗，这个雷达叫做普鲁爪雷达，是上新呢的系统哦。日本嘛有一组哦，啊，你看日本遐大做一组，咱台湾、美国嘛要求咱来做一组，一组。美国要求中华民国爱出钱，拢伊开迄阵预算300多亿，啊去到一半时，迄阵中国的这个骇客，诶，这个技术愈来愈进步，伊用网络来甲你入侵，所以美国阁要求讲爱做防火墙，吼，爱做这个密码的防护，吼。所以还要要求增加预算，拢开到要400亿哦。结果这400亿是啥个钱？嘛是咱台湾人这戆牛做牛做马所交出来税金，和中华民国提起，和美国来起一间。啊，起起来哇，那挂美国国旗，那也无挂中华民国国旗。哦，为遮来看，你就知影讲，美国真正是。中华民国的头家，哈，叫你开钱挂我美国的国旗。美国国旗呐挂起代表什么意思？这是美国的占领领土啊，哈。无你看，有对一个国家，像你美国敢敢去中国，还是苏联遐，我呐叫因起一个雷达站，啊，互伊挂美国旗。门都没有，好，哦，所以有只看到就是讲，美国战争是军事占领台湾，哦，这就是伊的依据，这迹象，有只你来看会出讲，美国买来台湾，敢那如入无人之境，包括莫拉克风灾，美国买来救灾，伊无人机化开来就开来台南的军事机场，哈，哦，台南的是军民两用的机场，美国的位。我听到啊，这个琉球呀，派C-13的这个大力士的这个运输机运一挂防水的布料，未来和莫拉克风灾下灾民大临时的这个遮风挡雨的所在哈。所以你看啊，这个雷达站，伊一旦射出的征收范围半径有3000公里，这就射一到内蒙古呀，哦，等于规个中国。解放军的一举一动拢受到他的监控，啊，伊的资料所征收到的资料拢链接等于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的苏联遐去，好，好，啊，中华民国买的资料，就爱美国看讲啊，这個、较无重要，一定泄露一寡予你的陆海空军的指挥部来，予恁加减啊参考。重要资讯，美国袂予你，哈，哦，所以台湾人开钱，美国咧使用，佮挂美国旗，哈，哦。过来，咱来看讲，到底是对一国咧替台湾的渔民咧呼吁，哦，今年的这个差不多4个月前吧，咱屏东小琉球一个渔船啊，哦，广大信号的船长，由菲律宾的公务船遐人拍死，哈，哦，哦，马英九。就得台湾人这压力，这舆论的压力，吼，伊就派海巡署的
迄、那个德新舰吼，遮上大只拢派去护卫，到尾也阁加码，包括派军方的这个基德舰，哦，这个上类似神盾舰啊，神盾舰就较新的啦，啊，这是神盾舰的前一代，叫做基德舰。那么你看，伊派这去，结果顶管上顶管这个嘛是挂美国国旗，半中央才挂中华民国的车领旗。啊，位置就当看到讲，伊的上下位置，这个是占领军，哈、啊。啊，这是次要占领全国。啊，咱台湾人是被占领，哈、啊。啊，咱是迄个美国咧保护，唔是中华民国咧保护。因为中华民国的三军，拢掌控伫美国的手里，哈、啊。美国叫伊讲，啊，你甲你的司令部裁撤，哦，伊就要裁撤，即嘛存指挥部。啊！你看，中华民国三军战争的时阵，这个指挥权伫美国，诶，美军的太平洋的苏联的首领，苏联的首领，啥物原因？因为你这个走路政权，等于是我美国收留你在台湾，你替我顾台湾平和，啊，包括韩国嘛，同款，韩国有美国。驻军伫韩国，韩国嘛等于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啊。因为当初大日本帝国是包括韩国哦，包括台湾嘛。那么战后，美国直接入去占领，所以美国驻军在南韩，好，好一直到今嘛拢安尼。但是平常时指挥官是韩国人，但是那南北韩战争展开。就是美军这个副指挥官起来咧指挥部队，啊，所以伫三年前，蛮应该到两年外前，本来是规定讲，伫明年2014年的时，美国要把这个战争的指挥权要还返予韩国的军方，结果两年外前发生天安舰事件，哦，就是南韩有一只船，用鱼雷炸沉。啊，迄、那个事件嘛，造成个尾后壁个有啥物延平岛这个炮击事件，啊，所以南韩煞紧张，煞去甲美国要求讲，慢些，你慢些甲战争的指挥权还返啊，互我韩国的军方，所以即马个延期，吼、哦，延到当时我也毋知影，吼、哦，啊，所以你看我讲款，当时大日本帝国的领土的土地，拢互美军占领。包括你看，即卖美军嘛，还佫伫日本呢，吼、哦。美军有几个基地，吼、哦，像琉球这个基地有加佐那空军基地，有普天间基地，吼、哦。啊，美国的这个海军嘛，伫日本的佐世保海军基地，拢有设基地，吼、哦。啊，有甚物亲生空军基地，拢还佫是驻军伫内底，只是无遐明显讲全面。甲你四个拢有美军无，伊是拢伫基地，吼、哦。啊，这当然嘛是咧讲好听嘛是咧替日本咧防卫，惊北韩啊，还是阿强啊起兵去打日本，吼、哦。好，啊，所以伫安尼情形来看，咱就知影讲，美国确实是台湾的军事占领者，吼、哦，唔是其他的国家来甲咱占领，吼、哦，唔是啥物。英国啦，还是法国，还是苏联来跟咱讲呢？是美国，因为当初单独来打台湾呢，就是跟咱美军俩，无其他的国家来打，哈、哦。迄阵的美日交来轰炸美军，哈、哦。啊，因为战斗机来跟咱扫射有诶无？哈、哦。我伫阮爸爸的菜园嘛，要学着当初日本嘛美军飞机扫射落来枪支，哈、哦，迄枪壳，我要捡着。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咱下边的时间，都要准备好咱郭牧师来跟咱讲课哈。啊，下边休困哈。好，多谢，谢谢。请起立。起立。下课休困10分钟。